来，李老师来，来丢丢档哈，这宜兰的，这宜兰的歌，所以你即摆做宜兰市长，敢有放这条做恁的市歌？无咧，也无咧，宜兰市也无市歌咧。本来啊，过宜兰啊，足久无见啊，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我找我一个记者来，就职来，就职就职。怎么安啦？怎么代志？来考你宜兰腔。考试啊？来啊！会不会来？这个怎么念？这宜兰腔弄一个加一个。因为爱两对对吧？啊，对，没错，这两对呢哈。对对。来，啊，这个嘞。哦，这断。断。这两断呢啦哈。断嘿。你搞骗你啊！啊，这个。俺妈那关那个关。什么关？那是关嘛哈。关。关咪使啦，我读。宜蘭關哦，關安尼啊，我較標準哦。哦，來，酸，哎，哦，未歹，標準，標準。哎，啊，這個來，啊，這我解搞，嗯，食飯配，食飯配卵卵，哦，未歹，嗯，啊，這個都飯啊啦，哦，他兩個噴就好啊。啊，這梅呢，梅是咧，梅哦。梅啦，梅哈，无啥，无音转那多啦哈，嘿，我来，蒙，梅，梅，哇，安尼袂歹哦，袂歹哦，就只要你考了安尼，顶到搞我借钱去这火车头安尼，有得十分的袂歹。是讲安尼念了，唔知迄宜兰人唔知偏啊是较无好安怎。啊，是不是宜兰人安尼啊？没啊，迄个兼着音嘛吼，兼着音的音。其实哦，这真少，真出名的。我咧讲宜兰哦，人咧去宜兰哦，听到尤清县长啊，啊尤清讲去恁宜兰演讲，伊讲我对恁宜兰有够了解啊，结果连续讲三个地名都讲唔对伊。哈哈哈！第一个东山，这是啦，东山。东山。所以他唔对伊，啊，这个叫做元山。宜山，我这个三车三星，三个都唔对，三个都唔对。哎，啊，最近这个风台来，你知啊？好无台风来啊？过去宜兰是有一句话讲，这牛母放尿会淹水，哎呀，啊，现在就啊，即摆即道啦。即摆已经宜兰吼，会使讲淹水的问题啊，改进真多啊啦。啊，过去东山雨啊，落大雨就淹水。啊，迄啰游园长哦，上爱讲做风台的事啊，啊因爱淹大水，做大水啊，啊伊爱带小弟啊，爱爬去厝尾顶避大水。嗯。啊，即摆东山雨即政治以后啊，哦，迄边嘛有即个问题。嗯。啊，宜兰市嘛同款，宜兰市过去嘛是定来淹水，啊，但是即摆嘛做抽水站嘛吼，啊即摆做即个美福大排等等的即个疏浚的工作吼，所以即摆宜兰市淹水啊问题嘛无大。啊，渐的一直改善。是啊，所以宜兰这边的这灾情是，甲北关市比起来啊，会使讲唔是遐严重啊。当然有造成一寡灾情啊，因为这大自然的威力啊，实在是人无法度动啊。啊，但是因为宜兰县长期来啊，注重这个公共工程的品质，哦，甲这个嘛做真侪防台准备，我相信这有非常大的帮助。你是咧讲无另外一栋的通知条的意思对？唔过你讲，我讲。你唔可以讲，这宜兰有真多固定的这个反对的这个传统。你另外就是恁郭雨欣啊，这就是令尊嘛哈。是。这就是你啊，伊的是为1950年到1973年，我们再讲介绍一下，是郭雨欣在咱台湾的这个反对运动哈，来讲开始真老的这老前辈，迄时有小钢炮之称嘛哈。是。啊，伊前咧选举时弄一张这个春鸟图。实在不是选举的事啦，伊是过年的事哈。过年的事，伊拢会印这真侪这春牛图，啊，和百姓和这一般的人民。啊，因为迄当阵较无发达嘛，啊，像即马已经农民力已经非常多啊，所以即马已经渐渐较无人用春牛图。啊，但是过去的事，尤其农民啊，农民对春牛图非常欢迎。哦。啊，台啊，对这个春牛图啊，嘛非常笑脸。啊，过去我是要吹毛嘞，今嘛是真少年，这都有出名牌。今嘛这都要去宜兰县史馆甲吹乌啊，啊，已经吹乌啊。不过你我知恁父亲的迄个，伊是1960年吼，甲雷震筹组中国民主党，吼，
啊，1973到1977吼，就做立委吼，干委，尾啊，谁啊开走去美国？因为国民党啊，对家父啊，啊，会使讲尽全力落去打击啦，吼，不管你选立委也是，选干委也是啊，可以说尽全力打击。噶某一段时间啊，都禁止出国，后摆又出国。啊，因为阮即个各国话真侪拢伫美国嘛，噶。伊是大人嘛，讲少年想要去看者。嗯。啊，尾啊，安怎出去？伊直接打电话给蒋经国。嗯。我讲，我讲，啊，我是犯什么罪？我犯什么罪？你家抓起来好啊。嗯。我无犯罪，你来凭啥要我出去出国？嗯。啊，过两天，这张宝书去当做国民党的秘书长，甲都打电话来。嗯。啊，当阵是请一个吴三连先生，啊，搁一个柯金德先生，哦，来做保证人。啊，去当阵该人出去。哦。不过我所知就是讲，因为就是这个令尊吼，这郭宜清吼了后，这依然啊出现足侪这个真重要的这反对运动的这个中华的政治明星，比如郭宜清啊、林义雄、吼黄煌雄啊、陈定南啊、尤锡坤啊，甚至包括这啊这啊单局啦吼，啊这刘守成啦、丁丁啦吼，真侪人拢是政治明星，真侪安尼。啊，细汉时阵我那有叫撇开无，因为讲。父亲是一个反对运动的一个足重要人物，啊，记得好好老师甲你撇开。实在是袂啦，因为也是讲同学来讲啊，同学大家拢啊，佫无啥知影嘛，吼，啊，所以无这个问题。嗯。而且老师较了解啊，啊，老师实在是拢对我较照顾啦，袂讲撇开。啊，倒是高中的时较趣味，高中的时这个教官啊，教官伊当阵高三讲要爱招入国民党啊，啊，伊都甲班上同学啊分成三类，哦，啊，第一类当然是。积极啊，吸收入党啊，第二类普通的啊，第三类是想要入也不让他入那种啊，我就是黑三类啊，总之就是变黑类去的。啊，你不要，我知啊，你不要嘛，就去做兵啊，做兵了，做兵的时阵有去用撇开无啊？无啦，这都是辅导长吼，拢会较注意啦，哦，会较注意啦，尔实在袂讲啊，咱家己嘛较小心、较谨慎吼。嗯、所以基本上无什么大的问题、哦、所以什么说？但是你我知是尾仔你咧选举的时阵有摕到这个啊、过去就是你郭宇新先生的这个经过的这個故事吼，你摕真侪伊的这个啊，迄阵的这个主要意义做你的诉求，就是讲你是伊的囝、嗯，啊，这点对你来讲敢有真大影响？当然咱。我去国外嘛，住一段时间嘛。啊，回来来讲，你讲贵溪人来讲，大家印象较袂遐深嘛。啊，当然你也讲介绍这是贵新的后生，啊，当然加深咱印象。啊，因为爸爸我那是受人尊敬，哦，啊，大家想到啊，拢真少年伊嘛，所以往父亲的就来做诉求啊。我相信拄啊开始也是往这诉求哈，应该是袂歹啦。啊，我嘛。不愿意讲刻意讲去摆脱，讲一点讲摆脱在什么父亲的阴影之下，一定会安怎？我想这应该是顺其自然呐、啊，顺、其自然。不过我知影就是讲，尾后过来伫宜兰，因为整个宜兰会使讲是差不多遐东华即摆都大了，拢伫遮出现的哦、喔。那么这人对你整个将来你家己要重振了后吼、喔，那么因家己之间吼、喔。等到发生一挂，是不是有一挂姻缘这问题？肯定咱做回来过来讲这個问题吼。我来，就过来，就过来，就过来啊！来看这张哦，许信良跟李登辉夜奔敌营啊！你不是边啊？那是较早的代志啦，伊当迄头一摆郭新良做党主席的时，啊是李登辉头一摆会甲一个反对党的主席会面啦，头一摆。啊，唔是去遐甲讨钱，啊不。来，那个话讲倒来正题哦，就是讲当初就是讲你知在整个宜兰有真多反对运动内底真杰出的人啊哈。那么就是讲你虽然是郭宇新的。诶，儿子，但是等下到台湾时，你有一站是算伫美国嘛？啊，啥还走美国？迄当阵去读册嘛，留学出去。哦，是因为留学的关系，才去到美国的。啊，但是你等下了，算讲开始参与这個政治，但是参与这個政治的时阵吼，哇，煞变作人家你变作足大了的，所以造成有一挂摩擦。我所知就是讲你甲陈定南之间是捌因为着选举的时阵啊，甲伊甚至又搁有一挂心头流血，你啊，拢有啥物不恩怨是不是安尼？实在袂使讲恩怨啦，因为
迄当阵即个顶次选立委的时啊，我本来是想讲即个陈良立委选过省长吼，啊有可能要去选即个部分区的立委，啊所以我伫党内嘛登记讲想要参选立委，啊尾啊即个陈立委伊决定要阁选立委，嘛有登记，啊加上即个。即、这个县的执委会也好，甲中央的中执会也好，啊，拢决定要提名一个，哦，提名，因为咧去研判的结果，认为说我们只能当选一席，所以提名一个结果，啊，变作爱甲即个陈立伟来有一个竞争，我相信这竞争是非常良性的啦，因为这个初选会以后，啊，陈立伟出来选立委，哦，我嘛是甲徛台，甲替伊斗三工。我即次选即个补选宜兰市的市长，啊，陈立伟嘛是担任我即个竞选即个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我只有看一张相片是，哦，两个一定即、這个时阵一定有，大概一寡迄落误会一定是解决了。我本来都无什么误会啦，这竞争是真自然，因为这咱宜兰县是一个小县嘛，资源少，职位少，加即、這个啊人才够多吼，啊产生竞争，这是真自然、真正常的代志。所以即摆就看出来一个问题，是讲对即个反对运动内底吼，甚况即个党国大佬的，所以说我们就所谓的党国大佬的儿子啊，那就无必要有较辛苦的对啦吼。我叫不来，叫不来。所以你我讲一直拢叫不来的对。啊，所以要目前就是讲，我知影是讲你尾下来参选的即、這个啊宜兰市长的时，这是按照经过。哦，这长扁会宜兰吼，贵、哦、个县长挺陈水扁拢贵的，对吧？对啊。啊，你是这个宜兰市，这个咱在新的这个任期不久了嘛？目前是你算全国任期第二代，一年十个月，到即马已经做三个月，搁十工啊。后手还搁剩超年半。啊，你当时提出什么款的这个政见？是这个宜兰市，我这个主要的这个竞选口号就是。古城新气象，重振宜兰市，重振宜兰市。不过我知道你提出真侪政见，加上这个，你有什么争取的？什么台湾大学第二学校等等，你总共有偌侪争取什么？一寡什么物件？要争取的代志真侪啦，因为这为我这个竞选这个主题口号来看，就知影讲宜兰市过去拢较无进步，建设较少。所以我也是讲，迄当阵的口号就是讲，也是总算会当让宜兰市吼，搁再兴起来，搁再旺起来。啊，当然除了这些争取台湾大学这个来宜兰设立以外，还有真侪建设啊。因为宜兰市，比如讲这个四史馆呐，吼，杨世芳纪念馆呐，啊，这个演艺厅呐，哦，等等，这拢我相信对宜兰市有非常大的帮助。啊，更重要可能是对这个宜兰河的这个规划。因为即摆大家拢知影宜兰县有即个东山河，我真少人讲知影讲宜兰县啊，宜兰市内底还佫一个宜兰河。啊，咱看即个世界吼，即所有的即个美丽都市啊，拢有一条即个真水的河啊，流经伊的即个城市。城市。啊，即东山河是做即个讲休闲活动的即、這个，即个功用较大。但是即宜兰河是拄啊好流经即个宜兰市的中心。所以要安怎来规划这宜兰河哈？我相信是对于宜兰市将来发展啊，有真大的一个。如果你宜兰市的整个哈，该想弄一定，因为宜兰县的建设，谈到你家己也讲，讲建设真好，咱老实讲，东山河非常的水。但是该想是整个讲起来是好像宜兰市拢伫一个宜兰县的阴影内底啊。你即马唔即个宜兰县长变变感动的啊，你的配合安怎？我想没有说这宜兰市在这个宜兰县的阴影之下哦，这没有这个问题。宜兰市嘛是宜兰县的一部分呐。当然，即马我东山这个市场以后，甲这关的配合哦，程度也是非常好。不管这要争取经费，要做什么计划啊，会使讲有关单位是全力来配合。我相信安尼来做啊，应该是比过去。国民党会当做，会当做更加好。不过我咱知就是讲宜兰县毕竟是一个后花园呐，哈，它是台湾的后花园。后山嘛，后山这会唔足水安尼。你丹顶那边是要给这个啊后花园哈来做伊的这个经过酸性地形的一些诉求。啊，就是你刚刚这个后花园的这个经验，敢无法度去做加种算讲全国。伊去到这丹田南酸性地的这个经验，啊，咁我就是做阿讲全国的这个执政的这个表率。
我相信是会当。咱即摆记者来讲，最近这宜兰县有办一个这个国际童玩艺术节，哇，办到非常成功，到有差不多200,000人来参观。我还有邀请这个世界各国请过来表演，还有童玩馆、风筝馆等等，会使讲非常成功的一个国际的这个活动。啊，伊个宜兰县本身无什么大的工厂等等工业者，啊，咱就有这个文化啦、艺术这同款，会当给这个宜兰县带来很多这个收入。啊，你讲20万人次来讲，一人你讲开1-2千啊，啊，都几啊亿啊。但是这物件，感觉都扩大到去做，你讲做。整个台湾做一个省长执政经验，敢有法度？这是因为每一关有伊每一关的特色嘛。啊，拄好宜兰关伊也有青山绿水嘛，啊有迄个观光资源，有迄个条件，啊较适合来做这方面的。物件。不过我知影你差不多一直咧讲，讲你的第你的任期是差不多全台湾是第二个嘛，哈。啊，第二第啦，哈。啊，是指定的，迄镇长迄是短短。啊，就讲恁遮的人伫这安尼短短啊，这时间内底吼，啊，就差不多你要争取，你发一啥要争取遮尔啊侪物件，啊，你伫这遮尔啊短短啊时间内底，你要安怎来完成你的遮证件？啊，若无完成，你要安怎？就证件拢真侪啊，但是真侪较大的建设啊，是应该是你这个短短的这个一年十个月内底啊，是爱去做好的规划，嗯，爱去做争取。啊，但是宜兰市的市政不是遐尔尔，因为这宜兰市哦，这市政会使讲很繁杂啦，很繁杂啊，关联代志嘛真多啊，一点一滴，慢慢啊对这个市民直接切身的问题啊，一点一点来解决。比如讲，我即摆有创一个这讲马上办的便民中心，哦，改变讲过去入来公所敢尤其一个衙门同款，我即摆有入来啊嘛是请小道甲引导哦，捧茶甲等等。我较好市民入来，感觉哎，即家己的所在，我是公仆替咱市民服务。啊，比如讲前一阵啊，顶礼拜我办一个标舞，这是宜兰市公所即历史以来头一次办标舞，啊，非常成功，啊，即比演讲人搁较侪，5-6千人安尼。啊，借由各种活动，借由这种各种小小的建设等等啊，慢慢一步一步。哦，来加这个服务这市民。所以你唔有这个宜兰县的这个县政经验，像你同咱办这标舞，是不是有甲比也商量过无？你种标舞要哪做无？我想第一，我是想到讲，当然是暑假青少年应该做一挂较有可以正当的活动，可以回来这个发泄一下。啊，这次标舞嘛真趣味，就是我知影讲这個市长拢爱标舞嘛，吼，拢爱带头来标。啊，我挑工过去找一个一个韵律舞的舞班吼，啊，做外舞群呐，啊，做外舞群哦，我带头我盖练20分钟哦，啊，做一个跳团体舞安尼，啊，真趣味。所以就是在但是你其实要探讨你的讲到这个宜兰县的这个市政的问题哦，开始千头万绪了哈。但是你家己本身有算讲，你去美国读册哈，啊，你经过你去美国读册时主要是读啥？我读是读生物。啊，生物。生物。所以跟你目前的这个市政的概念有关唔关系？实在你讲，除了读很专科的米瓦米亚伊瓦，实在没有直接的关系。啊，但是我相信这第一这个求学过程哦，跟你美国住的这个较侪年来，一挂吸收一挂经验哈。我相信对这宜兰的市政应该是有较好的看法，是应该有帮助。后来啊，林主席来了呢，我再过来继续和你来讨论你下所有问题。哎，渔夫，拍谁？我来，我看一眼，我近一点看一眼那个市长哈。你过港了啊、喔？哎呦，越真的很像了，越看越像。像谁？孙中山，国父。有个问题啦，就是那个，请问市长哦，为什么要留这个胡子？哦，这漂漂的啊，哦，我好想留哦，要怎么维持？是说你为什么想要留这个胡子哈？回来以后啊，嘛真侪人哦，你先等下，等一下国父要训话啦，你别来看某些问题啦。我听啊，我竖立在听。对啦。你知道老这里要追究，后尾就贵党的以前的前董主席同款，是毋对？我老两撇安尼，啊？是啊，我这老吼已经老，我一九
85年开始老。嗯。啊，我过去嘛蛮老啦，啊，实在这個，老这退休是确实有点过啦。啊，过去家父嘛无老退休啦。嗯。啊，伊是为这个林玉雄律师引导发生代志以后，啊，伊伫美国时听到这個消息，感觉真心情真郁卒啦。嗯、因为感觉讲，伊是甲这个林律师哦，牵入来这个政治界。是。我甲因厝发生代志，就感同身受安尼，感觉是大人感觉嘿，真过意不去，真迄、那个。嗯。啊，所以伊就讲，伊这嘴就开始留这個小胡子。嗯。啊，留了以后，伊就讲，就是这个代志无一个解决吼，伊无要提啦。啊，真遗憾，就一直留到伊过身的时，还阁无法度甲嘴又剃掉。嗯，到迄当阵，我就是讲，感觉讲啊，爸爸这个心愿未当达成，啊，是不是啊？我继续来留，我等于替爸爸留，啊，所以你留到即马，这个退休嘛，还佫留着，我都剃掉。嗯，佮你选举的时啊，啊，对手嘛，真侪人聊我这个退休来做文章，所以讲少年人会当接受啦，较嘛讲有人欣赏啊。嗯、但是有较有年纪的人就感觉讲，啊，年纪轻轻老什么退休，敢若兄弟的安尼吼，啊，就这安尼来攻击，嘴上无毛，办事不牢。我嘛发一文章，讲把这个典故啊解释一下，啊，起码大家拢会当了解啦。哦，是因为安尼才来留这个退休就对了啦，不是讲条讲要留漂泊的就对了。了不起，你讲的安尼是讲的，讲到你父亲，我就想讲啊，你的家居生活，这是你的囡仔。哎、欸，对啊，大汉早嫁。啊，大汉早嫁。哎、欸，你想想，即马两个，哦，才够水。这大汉伫美国生的，啊，这细汉伫台湾生。啊，所以啊，即马你的家居生活怎安怎？过去啊，过去伫美国时，会使讲生活较简单，上下班，上下班，我周末因为美国周末两工嘛，我带囡仔、带全家去 shopping 啊，上中国馆子啦。我甲有一个较长的尾片哦，去白州佚佗一下呢。啊，郭宇新是买啊，郭宇新买啊，不是含你去这个，我伫美国遐。对。啊，恁的生活，恁的爸囝迄站的相处是安怎？一段时间会使讲，我会使讲替阮爸哩做秘书啦。啊，等于你甲做助理就对了。助理啊。嘿。啊，所以迄站是伊家己买啊，对着整个台湾的这個政治精神，伊买有一挂啥物感慨无？当然，伊离开台湾，当然有真大感慨。尤其这个美丽岛事件发生以后啊，啊，伊一直想要回去，伊想要回来台湾，但是国民党迄阵就一直唔肯我回去，所以伊要过心情嘛，是讲啊，心情啊，袂当回来台湾啊，啊，伊嘛是伊个嘛是讲希望，回来台湾，安葬伫台湾。是，啊，有认为，伊认为台湾的这個民主发展到这個，即马地步啦，伊最后的感觉是安怎？伊，我想，原来是迄当阵，民进党嘛未做成，是，所以对这个做反对党啊，是一直伊真大的心愿啦，伊真大的心愿，啊，但是伊过身前迄当阵也未做成，啊，我相信迄当阵伊是。上希望讲会当做一个反对党。嗯，不过讲即卖伊若阁看到这個反对党，即卖一定安尼乱乱的时阵，我看了心痛。为了咱阁讲到，但是是讲参到你个周末的时候，weekend 时候，你着以前阁通啊带你个囡仔吼，带你个无惊伊佚佗。即卖做宜兰市长，敢无可能？即卖较无可能，做国代时还阁加减吼，加减还阁会当带这专家去佚佗。啊，做市长伊啊，会使讲非常无闲啦。是啊，对家庭会使讲，这个时间啊，让我较少。啊，咱早就是讲差不多拜六礼拜四啊，拢差不多在走摊嘛吼。尤其是这行政首长走摊，以前你当初你捌宣布讲唔爱走摊，啊是安怎？迄当阵就是多接任嘛，啊当然嘛较惶恐嘛吼，啊嘛感觉讲爱全心全力来投入市政。嗯。啊，但是啊，就是话先打一针。
来头前啊，就是也是讲无时间去的时候，请大家谅解。嗯。啊，但是实际上我嘛是用较用其他方式啦，比如讲请代表去参加啦。嗯。哦，提早啊，我较有闲的时候去共念念香者。嗯。啊，当然去上这个中堂啦、啊，上晚年这时拢是一定来啦。是。不过呐，是讲做一个市长吼呐，人要大家招架，我那实在是讲个。就无时间通去讲到你诶资金，所以你即摆目前上伊阁开始落去，落去开始落去走啊，像啥呐？也都是当然，即个讲完全无去走吼，迄是太未免太矫情啦。总是有亲戚朋友，你势必要爱参加的啦。嗯。啊，但是你上班时间我尽量卖去咧。啊，你差不多你讲到你诶做国代哈，我会记得哦哇，你做国代时阵。安怎是拢，大家拢出国去访问者啦。这事实上是曼德拉迄当阵来台湾访问，啊，我当阵是担任咱这个民进党国大党团的这个外交政策委员会主任委员。哦，好，哦，所以较有机会去所以你等来是等来了后，就开始四界去看这，四界从事这运动。而且做国代哈，这里咨询这个邱创焕，迄当阵做考试院长的是。啊，没有，啊，这个嘞。这一当阵都是去这个新加坡，这个反对这个孤汪会谈的事，哦，啊，你冇参加，是你把搞泄露出来，我讲出来不要紧啦，啊，迄时我是徛在后边，警察后边，恁徛在遮吼，啊，所以这整个这个国家的这个政治的这个生涯哈，对你将来未来即马安尼甲做议员市长吼，你家己感觉安怎？当然，这个角色啊，会使讲完全这个较无同款啦。是啊，国代是这个位高啊，权轻啦。嗯，我念香摆较头前啊。哈哈哈！哈哈！但是我感觉讲国代嘛是一个真好的经验啦，吼，嘛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啦。嗯，啊，但是起码担任这个宜兰市长是这个行政首长，而且角色较无同款。是，感觉。最后，我有一个问题是爱跟你问，是讲有你有一个市民特别跟我交代，吼，一定爱问你，是讲宜兰市吼嘛是当然嘛是真多，甲一般的这啊其他的这啊市情拢同款啦，嘛比如讲像粪扫的问题啦，吼，等等，这个问题你家己有要甲淡仔先生甲恁市民保证一下，你啥物时准备来解决这个问题？我相信这是伫每一个县市拢有的问题。实际上，这个粪扫问题是宜兰市一个真大的问题，因为这样。宜兰市目前的粪扫场是临时粪扫场，啊，当初共答应讲借一年就好，即马已经六年啊，哦，开始临时垃圾场，啊，人嘛真抱怨，啊，国民党诶，即个市长啊，当初有规划一个，即马目前即建南段的粪扫场，啊，但是啊，已经发包三年啊，我都动工，是，啊，我是五月初三就任嘛，啊，我伫六月初五啊。啊，都因为这个为了大多数宜兰市民的这个利益啦，所以我入去强制动工，迄当阵嘛发生真大的抗争。啊，因为这粪扫场啊是势在必行啦，啊，为了这个大多数的宜兰市民利益啦，无做袂使。当然，即马目前还佫有很多小的困扰啦。但是这个粪扫场是一定爱佮完成。是。好，今天非常多谢咱这個市长啊，来到这我家呢，来，你们就要去，好，谢谢。